大家好，我是小胖，刚下班，明天休息，今天准备带我家大胖回娘家，我先上楼洗个澡。胖啊！啊！上你家买点啥？买啥呀？家里啥都有。那上你家了，能啥也不买，空手去吗？那还每次回去都买东西啊。咱俩去买点水果吧，去买点这块特产，有哈密瓜。出来了。去看看呗。现在出发。烟气有吗？到大胖家110公里，1小时56分钟，5400高速费。这车空调不咋凉啊。坏了。没有，上次不凉了点吗？现在准备先去买哈密瓜。他这卖哈密瓜吧，不是在超市卖。嗯。在一个农村，就在道边儿。每年这个时候都卖，特别特别甜。但是那他这边是自己种的吧？自己家种的，扣大棚，但是挺贵呀。行。我去年给你家买是3万块钱，一箱里边四个。前期户六个野桑，即金牌一米，菜馆街秋桂米。贵的时候1万多，这个也跌7-8千了呗。啊，这不写的呢吗？他这边好像就是产这个的。啊、是。跟你整去。啊，这块还有横幅呢，是吧？前期户无为在你米的粗心。是这家吗？是，他家的好吃，去年在别人家也买。但是不甜，他家挺甜。啊，在这直接就这么卖呀、啊？都多少钱呢？小点，买3万的就行呗。3万的呀。嗯，还有2万的呢。有个人卖有。这个有黄色的呢，那你买这个吧。这么沉呢。哈密瓜也买完了，到你家也不让录视频了。不是不让。那我上次录你不让吗？那我爸不喜欢那样的。能给大家唱首歌。哎呦我的妈呀！我音乐库存里的歌我都没了。唱一首，大家那么喜欢听你唱歌。하겠지만
拜拜哟。